Canada Post 加拿大郵務公司之2017新風采創業頒獎典禮，將於3月11日星期六，簡烈捷文山演藝中心揭開序幕。各位好，我是秦毅。新风采迈向10年，让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荣耀时刻，让我们共同携手扬帆起航，创建下一个辉煌的事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，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共同见证新风采创业颁奖典礼10周年。愿华人创业家们在来年继往开来，再创辉煌。创业颁奖典礼呢，举行了10年。在这些年呢，为本地的华人社区提供了很多很多励志的故事，这些励志的故事激励了你，也激励了我，希望我们再创高峰。 Canada Post 加拿大郵務公司之2017新風采創業頒獎典禮，冠名兼新風采創業榮譽大獎贊助， Canada Post 加拿大郵務公司。